方奔去，这里有没有你要找的人？很遗憾，没有发现。小将军，这个战场都打扫完了吗？有没有发现活口？还没有打扫完毕，请你们等一下。小泽君，我的人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，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吃的？没问题啊，多谢。队长，找到一个活口。小泽队长，请你过去看看。冈本君，这可是你们要找的人。这里，小泉大佐就找不到你了吗？说，虎头要塞逃出来的那些人在哪里？什么其他人？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老子是谁？你到底是卡拉游击队，还是从要塞里跑出来的犯人？说，其他人在哪里？其他人。在你们一个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八嘎八嘎，能从要塞逃出来多活一天是一天，有种你打死我。你不用叫嚣，小泉大佐一定会有办法撬开你的嘴的。小泽队长，我能把他带走吗？冈本君，这个人是我们这次突袭行动中唯一的活口，他能逃到这里，一定跟这里的抗联有着什么关系，这件事不好办。这伙从要塞逃出来的重犯掌握了虎头要塞太多的情况，我需要他去抓这伙逃犯，不然恐怕田中将军会降罪的。通讯兵，嘿，黑虎哥一役，差不俘虏一名，但经过小泉部冈本甄别，此人系虎头要塞重犯，是否按照小泉部要求把人交出，请指示。很抱歉，小泉卿做事的方法向来很特别，这件事情我必须先请示我们的吉野大佐。我们小泉大佐每次提起您和吉野大佐的时候都是溢美之词啊。好，虎头要塞一切事务均为机密，以大局为重，交人。小泽君，现在你可以放人了吧？把他交给你，会给我们清剿抗联残部带来很多的麻烦，这事我必须先通知小泉卿，让他知道今天他又欠我们吉野部一个人情。
进来。黑虎沟发来的电报。哦。黑虎沟抓获一名抵抗分子，经礼部冈本确认，系要塞逃犯。啊？吉野大佐指示将此人交于礼部。哦，太好了。给冈本回电，就地审讯，扩大搜索范围，务必要抓住安娜。嘿。人可以带走了，一会儿签个字，不然这个人出了任何问题，你我都担待不起。你说的对。钱吧。嗨。钱吧。我的这个士兵他肚子不舒服，想去方便一下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请自便。去吧。